是男团 BE:FIRST 成员林贤泰在退出团体后转行当起了演员，而现年29岁，他14日也惊喜宣布将与大他10岁女歌手 Lady Jane 结婚。由于女方的知名度高他许多，因此消息一出也引起外界震惊。据了解，林贤泰和 Lady Jane 至今已交往7年，两人初次见面是在2016年的节目上，当时男方对女方一见钟情，便主动要了电话联系。两人跨越10岁年龄差，即将在10月14日修成正果，也让许多粉丝纷纷送上祝福。事实上 ，Lady Jane 过去与饶舌歌手 Simon D 也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当时两人爱的高调，经常对外放闪。然而，这段关系止步于6年，让不少粉丝大叹可惜呢。